看这个轴，这样子，你看，所以每个点它都顶的，每一个点它都是，你看每一个点，你看，尖也是，你看，你看你摸尖，摸这个尖，尖也是，你看尖也是在做这个，有没有？尖也是在做这个，肘也在做这个，手腕也在做这个，手指也在做，你看，所以要慢慢它会，你看。它会这样子，它会这样子。如果用肩膀，它就变成这样子。不是的，是，你看，是这样子。它才会有一个圆心嘛，晓得吗？你看现在很多，我看那个，很多练剑的得冠军得什么，用起剑来都是这样子。都是这样子，都这样子的，这什么剑？剑变轻的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剑吗？对啊，就是只用剑打的话，剑就变轻，这条线。对，他把剑当棍子用，这是棍子，剑不是，你看剑是这样子的，你看，每一个关节都在做这个事情，所以它是这样子，所以它是为一个点在做。一条线，这个线上面的可动关节在做圆，而不是在做这个圆，不是做这个圆，听不懂？是在做这个圆。所以当我一只手在这，我的手在这边的时候，我这个手，这个是一个线嘛，这是一个线嘛，我的手这三个关节，这些关节在这个线上面做这个圆，你看。做这个圆，是不是？它的力量就是这样。它这个并没变，它不是变成这样子，它不是这样子，它是你看这样子。听不懂？好，就是这条线上面的每一个点都是在做那个圆，而不是前面那个点，就是我这条线每个点。所以它不是圈，它不是光是圈，对，晓得吗？所以它会变成一个这个螺螺旋线，变成一个螺旋。哦，就连枪，就枪也是一样。我就讲嘛，螺旋是在一条直线上面做的平静的圆，连续的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那个线要有嘛，那线要有，关节在那个线上面，看，关节在那个线上面，在做这个。所以他才可以什么？你们来抓到我这个手臂。有些人抓前面，有抓前面，有抓后面。你们可以把它抓，你们可以把它抓紧。你们抓紧，他在这个线上面，他做什么？他做，你看，他做这个。他做这个，听不懂？你看，他做这个，听不懂？他做，这个，听不懂？所以你没有办法抓住他，他不是这个力量，他不是这个力量。所以你就是在做这个，对。一个在钻嘛，钻，对，看不懂。所以关节要会转圈，我们才说每一个关节都是一个太极，每一个关节都是一个太极。关节的运动不是直线运动，这个是直线运动，是不是？一般的关节是做这样的运动，
我们不是，我们除了这个运动之外，我们要能够做这个运动，做这个运动。啊。